天王郭富城1月18日晚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光综艺馆举行郭富城武林密码世界巡回演唱会2019澳门站。顶着一头黄色头发的郭天王第一首歌便穿上黄绿色荧光舞台装，热唱热跳，武士精神和醉鸡帝国将现场的气氛炒得十分火热。之后他又换上一身黑白紧身舞台装，在钢圈里玩杂技，并唱出神经及纯真传说。另外，当天是郭富城2019世界巡回演唱会的第六站，在唱到不老的情歌时，他更感触良多，诉说了珍贵的母子情。唔系，因为喺嗰个唱到嗰个不老之城歌嘅时候里边，咁正正就系因为佢系讲紧之前个广告里边就系讲爸爸同个女嘅之间嘅感情。咁当我自己都有感触嘅原因，系因为觉得自己都成长啦，到自己有家庭啦，咁亦都有自己小朋友啦。咁到呢一刻裏邊，我先至發覺原來，媽媽帶住我哋五個嘅哥哥姐姐，因為我係最細嘅，原來一啲都唔容易嚇。咁變咗，我覺得到而家媽媽即係年紀大啦，咁如果身體有少少唔舒服嘅時候，咁變咗有少少感觸啦。即係當然希望每一個做子女嘅都希望爹哋媽咪都能夠可以健健康康咯。咁所以喺嗰一刻裏邊，即係覺得就係話自己工作又忙，咁又自己有家庭，咁變咗可能有時候可能會真係會忽略咗老人家，咁變咗喺嗰個咁嘅心境。而到演唱會尾聲時，郭富城就唱出《鐵墨誘惑》和唱這歌結束到晚的演出，粉絲們也一起度過了一個非常享受的夜晚。此外，虽然当晚郭富城的女儿没有亲自到场看爸爸的演唱会，话说郭天王在家里时会不会也经常唱歌给女儿听呢？
有啊，有啊，有播俾佢聽啊。咁佢都因為始終都係細啦，咁變咗我希望再大啲嘅時候咧，咁我會帶佢嚟睇演唱會啦。魔方傳媒澳門報導。